嗯呐。德宇说：“我做菜太油腻了，整点清淡的。”搓衣，他跟我说煎两块豆腐，我说那玩意买买去，贼冷的牛煎。你看那桶，我跟我妈今天上山整的全是野菜，不清淡吗？那不能现点现做呀。你看看那边水烧上了，要焯啥？焯啥呀？刺老芽不清淡吗？这个小葱皮蛋豆腐多清淡呢。你就说你馋皮蛋豆腐得了，还说我做菜油腻。我一会儿上来了。你过一会儿上来吃饭。行，帮我一下可以吗？你都干啥呀？哎，你看我干啥就走。整自行车让你小叔给拿吧。到时候你帮我抬外面去。我用皮子。我去玩去呢。过15分钟、20分钟回来啊。这玩意焯完了，给它冻上，要不然搁那啥就全坏了。刺老芽现在在市面上卖20多呢，之前卖30。那、哎、你别焯啊！你给我，我整个丝袋子蹲小路边儿。你这量太少了，人家不能要。我告诉他，我的都精品。谁的不精品？谁的不是搁手一下下掰回来的？人家现在不看精品，看啥？看你这个头大不大，粗不粗，胖不胖？嗯，是不是？你看山上东西，我也能走明白吧？那一天老干净了，回家得全面洗一下子。你看人多久啊？德宇嫌我做菜太油腻了，今天要露一手，整个皮蛋豆腐。皮蛋豆腐这么简单，还得上网去找教程去。哼。切多大块？我跟你说，又用拿割尺？拿什么割尺？不是，你就告诉几公分、几厘米。嗯，就切末就行。切末啊？啊，切末我会，你切。咔咔切了，人家费劲。切末我还不会。醋、蚝油、香米辣、盐。小葱拌豆腐其实你就切一块一块的就行。啊？皮蛋豆腐不也切一块一块的吗？是吗？都是啊，别切手啊，注意安全。人用小刀切，这刀有点大。我闺女剪米刀行不行？水果刀切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整这么多菜了，连我这些整个豆腐就完事儿了。那你天天回来，我饭菜能不准备好吗？你问你大哥，天天到点6点之前必须把饭菜准备好。还给我发信息说问我家里面有没有小葱。有没有这有没有那的？我说你回来就行。我正好在全市场，我路过就顺道，我看着老头老太买，我就新买。箱子多了，就搁少搁点就行。完了，这回搅拌完了，老弟。嗯。完了呢？就往里撒呗。对，对对，地多了。我在家都是用小盘儿。这德宇跟大鹏做的黑暗料理。给点面子，啃点排骨呗。别着急。中午又吃汤饭，我感觉这玩意儿不适当吃的，人都焯熟了。你不跟我焯一下就行吗？这搞帮我用。没焯熟吗？啊？这吃好像还有姜。完了，那我再去焯一下。不用。这谁说的？我啥？剩那都能吃这个？就是没焯太大劲儿。我刚才问你，我说是不焯一下，你说焯一下就行。还行啊。你吃感觉焯的小吗？正好。真不客气。干啥呀？自己上小厨房间整瓶啤酒哟。那搁那不坏了吗？都过期了快。过期叫花眼吗？哎，昨天新买的。啊？昨天新买的。是吗？你告诉我过期的，我。昨天哪都喝没了吗？买挺多呢。这回在储存间那个紧紧的那柜里放的。这里有冰冻的，老弟。他那都打开了。你说忽悠我呢？你骗我。
大哥忽悠老弟吗？没忽悠。对啊。那豆腐得包两个。还有一块豆腐呢。那也明天。那明天我就提前给你做好了就行呗。可以做豆腐汤啊。小葱拌豆腐行，要不咋问有没有小葱呢？看见没？这铁真不客气，开始点菜了。点菜我自备行吗？自备也不行啊，你自备加人工。人工我自己切。